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学习的是《弟子规》警的部分。谨慎呢，为保家之本。这个传统文化，学习者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们说以祖宗之心为心呢，天下无不和之族人因为。我们都是祖先的血脉都是炎黄子孙所以我们不能欺负任何人不然炎帝、黄帝就很难过了那也不能欺负不同空间维次的众生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呢？都是诸佛菩萨的心肝宝贝诸佛菩萨同体大悲我们伤了众生呢，就伤了佛菩萨的心了。我们从这一句“兄道友，弟道恭”啊，兄弟睦孝在中，要把它延伸开来可以休息吗？爱敬一切人，可以不要紧吗？爱可敬以不一切众生。那我们一起走这一条学习弘扬传统文化的路，那学是觉的意思学者觉也。觉表现在哪呢？觉表现在不是糊里糊涂做事的，不是和稀泥的，不是感情意气用事的。经一事长一智。这个是觉了，假如我们感觉，好像同样的错误一再发生，那我们就不是在学的状态了，很可能是在，这个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那我们同样的错一直出现呢？那这个是违背我们的本心呢？等于是放纵了习气了，那个错误才会一再出现呢。那不打迷糊仗了。我们说前世不忘了，后世之师因为上一次也有跟大家探讨到我们不总结清楚走过的路我们很可能会好心办了坏事了。我们举了《资治通鉴》的一句话，爱之不以道，是所以害之也。那我们冷静下来，看看，这20年左右
学习传统文化的人，成年人啊，有没有比较快乐？啊，因为传统文化是教我们呢，随顺性德。啊，老祖宗是通达人性啊。啊，随顺性德啊，哎，越学越快乐了。哎，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哎，问问自己，哎，我有没有越学越快乐啊？哎，看看跟着我们的孩子跟学生，啊，他们学传统文化是开发性德啊，哎，那他们应该也会越学越快乐，才对了。哦，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地方了。啊，我所接触到，啊，二十几岁、十几岁学传统文化的孩子，快乐的比例呀，不是太高。假如我们没有总结问题出在哪，那我们又稀里糊涂，可能又造成一些孩子学传统文化的不快乐了。甚至啊，啊，像承德这一次，啊，参与这个啊，我们在马来西亚办大专营，啊，来的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啊，有个年轻人呢，发心弘扬传统文化，啊，也在啊团队里面，好，那他写来的问题说到了。我在传统文化几年呢，怎么感觉领导者啊都没有落实《太上感应篇》，没有落实《弟子规》哦，反而是厨房帮忙的基层的人，他们有在落实《太上感应篇》《弟子规》。那这个年轻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值不值得我们反思啊？他是个出发性的年轻人啊，为什么他到团体里面造成他这么大的困惑了？哦，那当然我们也要安抚他的心呢。哦，那毕竟啊，我们这两代人呢，都是成年以后才学的了。哦，先让他能理解这些现象。哦，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问题啊，承德再发给大家做参考。哦，因为这个一开啊，可能这个3-5分钟开不完了。哦，就是。我们当父母、当老师、当领导啊，不能一直做事而没有总结走过来的路，甚至都应该总结昨天啊，或者今天晚上总结今天的情况啊。我们要学曾子啊，啊，颜子、曾子啊，这是我们学传统文化的榜样。啊，真是吾日三省吾身呢！啊，颜子不迁怒，不贰过。啊，我们从事教育啊，冷静下来都能感觉，只要用情绪了，都没有好效果了。啊，哎，这个迁怒哦，可不是啊。跟甲同学生气，就不能跟乙同学生气，没有这么粗哦。那个是有个情绪的念头起来了，这个念头马上止住，
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哦，不只是说哦，对甲生气了，不对乙生气。哦，那个是克己、克念的功夫。哦，这个我们要学习颜值了。啊，其实我们每天跟学生互动，关心为要啊，修身为本啊。啊，因为啊，学生是我们的医报啊，随着我们正报转的。啊，我只要动了情绪，说能把他教好啊，那这个是无有是处啊，不可能的。而且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啊，啊，我们用两纲八目啊来分析。当老师属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身份呢，属于八目的哪一个位置？哎，老师教下一代啊，不是自己的而已啊，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下一代在我们手上，啊，师哉师哉啊，童子之命也，啊，汉杨雄说的，啊，那我们假如把它界定在他是利益社会在治国，但他要建立在什么基础？格致诚正修齐的基础上。一个老师每天跟先生吵架，然后一进校门，温良恭俭让。诸位仁者，你相信吗？我很不可能。一个人有可能上台前跟上台后是两个样子。一个人平常脾气大的时候，上了台之后从不骂人，我不相信他一定有忍不住的时候了。哎，他平常就挖苦讽刺别人，上台从不挖苦，不可能。他讲着讲着得意的，可能就忍不住就流出来了。所以大学有一句话很重要啊，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当父母、当老师、当领导，都要以修身为本，不然呢，佛法提醒我们了。修行呢的功夫啊，是放下。佛法重实质哦，修行不是我念的一千万声佛号了，我读了一万部经了。诸位仁者啊，假如今天有人跟你说，我跟你说啊，我无量寿经念了两万遍了。诸位同学啊，不是哦，啊，这个不好意思哦，你看我的执着产生了啊，哦，我刚跟小朋友跟大专生上完课，你看我一开口就是诸位同学，动不动就执着了啊，着在前面的因缘了，你看就嘴巴还没转过来。当我们告诉别人呢，哎，我念了两万遍了。真正念两万遍的人呢，他假如有反观，他会思考自己落实了多少了，因为这些经文他很熟了，
他假如而起观照，他绝对不可能去标榜他念了多少，他有可能会越念越惭愧，赶紧要去把它落实。我们认知到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实质就是调伏了多少习气，放下了多少分别执着，妄想我们应该达不到啊，除非是像六祖大师那种根性啊，老和尚教导我们放下妄想啊，到极乐世界再办。哎，我们现在四弘誓愿呢，前面两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到了极乐世界再完成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我们冷静观照一下，我们现在光是一个净土宗啊，经论的深入。啊，比方说净土宗一定要落实三福。啊，韦迪西夫人发愿求生啊，极乐世界，因为她选择极乐世界。啊，释迦牟尼佛先提醒她，三世诸佛敬业正应。哦，那我们就得要最起码人天福啊，我们要下功夫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这三部经都是提升我们的善根福德。好，所以啊，我们的重点要放在放下分别执着上。那比方这个执着啊，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可能产生执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啊？就像刚刚我一开口，你看我就执着在这一段时间上的课了，你看频道没有一下转过来了啊，所以《金刚经》这一句“因无所住”，比方我们有没有常常起念头？哎，我是你妈呢？哎，这个有没有住在妈妈的角色上了？哎，我是领导呢？有没有住在领导了？哎，我是老师哎。这个四大烦恼常相随啊，我们一住在一个相上，一个角色上，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个要求的心态，不自知了啊，或者那高下见了，就在住在这个相上就产生了。一个名称呢都能产生执着。好，像啊，我们十几年前办班啊，我们都写种子教师培训，后来不敢写了。为什么呢？来参加课程的人呢，他来就是一个心态，我是来做老师的。哎，他就会住那个相啊，哦，所以一直成病，有一个执着点啊，我是来做老师的，那他的心就不是处于啊清净的状态、受教的状态了。哦，这个一直成病啊，太重要了，啊，我也是被群书之要的一句话敲了一棒啊！
群书之要中跟物本有关的句子最多。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诸位仁者啊，我看大家的年纪啊，跟我差异不是太大啊。我复习一下我们的共通语言啊，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有读过《谏太宗十思书》啊，有吧？有读过吧？好像是高中的时候读的哦。大家这些文章很重要啊。孔子说啊，不学诗无以言啊。为什么要学诗才会讲话啊？因为诗它里面写作的精神呢，叫赋比兴。你有学到，讲话懂得陈述清楚啊，懂得用譬喻的啊，懂得心就是延伸出啊，从这个义理延伸到其他的义理，让人家听起来挺津津有味的啊，这种手法。那我们看这篇文章开头就讲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这比喻啊，用大自然让我们来体会人生的道理。欲流之远者啊，这个河流要流得长远，必浚其泉源。它的那个源头活水充沛了，不能堵住了。接下来才是他要讲的话了，施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是魏征开头的三句话了。都讲根本了，施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呀。其实我们现在要教传统文化，一定是先教育我们自己的。首先我们知识性的学习有没有转成领悟了，不然我们还是在灌输给学生呢。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哦。这是《礼记·学记》一句很重要的话哦。你不用启发的方法会把学生的悟性堵住了。爱之不以道啊，是所以害之也。大家冷静观察一下，学传统文化的孩子悟性高不高？我现在观察下来，学传统文化的孩子悟性不高，甚至堵住的比例不少。因为父母跟老师都用灌输的，甚至严重一点呢，用命令的。命令式的，它比较强势的，甚至用权威式的，这些方式啊，都会让孩子的悟性啊堵住。所以我们想要给孩子什么，我们首先自己要先下到这个功夫。今天我要教孩子孝道，我自己孝道做得怎么样啊？因为色受众生呢，不是在口才，在真诚。我们自己假如孝道都不做，那讲那个话自己心里都没底。都虚虚的了。我们能够侃侃而谈，那首先我们要自己去做了。我们今天看事物都能看根本，不看枝末，我们才能教育孩子
看事情怎么入木三分，不会看表面。这先觉觉后觉啊，铁定是我们要先觉，先有身教啊。但是我们冷静想想，我们学了，我们当父母当老师，我们有没有重视自我的提升？我觉得超过一半是盯着孩子，盯着学生，并不是重视我们自己德行智慧的提升。现在孩子教出来效果不好啊，我们得把原因找到啊，不然这些情况啊，不止不会改善了，有可能会更严重了。我们不能用侥幸的心态啊！啊，我在这里啊，也要忏悔了。我觉得我有用侥幸的心态了。什么侥幸呢？哎，我以前觉得啊，这种灌输的方式啊，啊，反正他也是讲传统文化嘛，啊，我也觉得不是很妥，我也不习惯那种方式啊，因为我父母就不是用这个方式对待我的，但我没有觉得结果那么严重。后来随着参与的时间久了，我们看到一二十岁的孩子的悟性啊有障碍，我说啊，这个不能不强调，而且要高度强调。礼记学记这三句话太关键了，导而复谦呐，引导。循循上右，不是牵牵是硬拉他揠苗助长，也不是硬灌，哦，不是揠苗助长，哦，不是这种命令式的、权威式的这样的方式，遇到善良的孩子啊。这个孩子非常可怜，因为他善良，他不怀疑父母老师不对，那他又觉得怪怪的，他就会自责。我是最近啊，都认识好多年的孩子，慢慢出现问题了，甚至于闷闷闷有忧郁的倾向了，我说哎呦呀，这个不得不高度啊来重视了，抢而复议，抢是鼓励啊，不要否定，不要有那种啊侮辱他人格的言语出来啊！其实啊，我们学圣教啊，老和尚说总持法门是爱敬存心，我们真的有尊重人啊，那归过于师事，不会在人群当中呢啊去批判学生跟甚至是同仁，你当领导的人，你也不能在孩子面前去批评老师啊，这个都是很不妥当的啊！你这个脾气没有忍住了，那这个团体的向心力啊，就很难提升了。人心就离散了，因为你不尊重他，所以团体的凝聚力来自爱人敬人嘛。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
人恒净之门。啊，刚刚跟大家探讨了，哎，我们走过的路，哎，今天，哎，我晚上反思，今天有没有说错的话，做错的事，起过的，恶念、邪念呢？反思啊，哎，再来，哎，我们。做领导者，我们不要想着，多办一些课程，那团体就会好了。哎，多办课程是言教啊，这也不是务本啊，身教在前呢，言教在后啊。哦，我们做领导者有没有很真实的在用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面对境界要清楚。我们团体，这个职工、义工流动率大不大？我觉得。这个马来西亚每一年每两年一次啊，全国净宗联谊会，我感觉这个联谊会啊，就是一把具体的事情提出来探讨。你不把这些具体的事情提出来探讨，没有办法改善。大家不探讨出原因在哪，那不是还是继续发生吗？一个传统文化佛教的单位啊，流动率大的话呢，那请问离开的人还有信心吗？我接触过啊，离开的人啊，他要再到一个因缘去啊，他的内心都非常的犹豫、担忧，为什么？他前面烙下的印象啊，每个人投入这个传统文化单位的满怀热忱了，一下子遇到情况了，怎么不一样？冲击太大，又没有人适时跟他交心、探讨、引导，憋到最后，假如上面的人又强势压下来。那他可能不能理解就离开了。每一个团体都有挑战，但是我们很真诚的面对问题，探讨问题。但不能用道理压别人。我们用道理压人呢，就已经跟经教不相应了。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严以律己；恕，宽以待人。真的开会啊，都要针对问题，把问题的根源找到，我们就能化解了。其实我们在传统化的单位应该比较容易做到，为什么？因为大家依老和尚为师，依经典为师，这个竞合同解比较容易达到了。你在企业界，老板说了算啊，这个可能还比较不容易了。你要遇到唐太宗这样的明君，遇到有修养的领导人了，不然只能看情况办了。所以老和尚这句“面对境界要清楚”啊，这个真的在哪里啊？在每一刻，在每一天，在走过的路，都要清楚啊。
啊，在境界当中，我们能不能君子务本？我的心有没有都住在本上，而不是住在末上？啊，所以刚刚跟大家说，我被群书这样一段话敲醒了。这个群师孝提到了，知为人子啊，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之所以是人，你知道怎么侍奉人，则之所以使人，你才能够去当领导，去带人啊。这三句读完了，我加了一句：知为人学生呢，然后才可以为人老师啊！哇，我当初真是后背发凉啊！因为从自己的因缘呢，在台湾教了两年多的书，刚好因缘到了海口，跟大众交流了。每一个人都称我老师了，其实我也才三十足岁而已啊，教学经验也不是很多啊。哦，完了就住在这个住相啊，住在老师相啊，都没想过好好的去侍奉老和尚啊，也该住相了、多少宝贵清净侍奉的机会错过了，那自己没有悟本了、啊。哦，在这个看看《弟子规》上的经句，哎，有没有落实在跟人的相处当中？啊、哦，人不嫌勿事搅。这个泛爱众啊，哎，泛爱众落实在哪？啊，举了好多例子，勿产妇，勿交贫啊，那个让人多伤心啊！勿厌故，勿喜新啊，喜新厌旧了、啊，伤透了心啊！啊，人不嫌勿事搅。哎，我们今天打电话，有没有考虑到对方？他现在会不会在吃饭呢、会不会在忙啊？会不会已经休息了？总不能发生一次打过去，啊，你睡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下次还这样，那都不妥了。啊，颜回不恶过啊，这个我们得下这个功夫才行啊，不然我们就因循了。因循苟且了、包含你今天访友、你坐车，你坐飞机，让人家来接，晚上十二点，晚上两点，妥当吗？哎，你什么时候在教你的小孩啊？就在你做的每件事当中啊，给他身教了。包含我们离开人家的家，有没有给人家打扫干干净净的？哎，人家这么热情接待我们，那我们走了还要让人家忙很久啊。那今天一开始跟大家探讨，就是佛法重实质，实质就是放下执着、分别，不然我们学的时间越长，分别执着越重，这不是开玩笑的，学如逆水行舟，不
不进则退。假如今天我们的亲戚朋友对于我们学佛学传统文化，他没有回馈给我们说，哎，你变了，哎，你真的进步很多，我们都很欢喜跟你相处。假如从来没有亲戚朋友这么跟我们讲，我们学的状态很可能就是越学越执着。只要我们不是越学越执着，我们只要依教奉行一句，我们亲戚朋友就会觉得我们变了，一句就好了，不用多，因为一句做彻底了，我们的心变了，心变了，行为就变了。亲戚朋友跟我们是最亲近的，他不可能没有感觉。所以这一次大专营啊，我跟这些年轻人，我说大家这七天啊，好好学哦，啊，这个法师派一个功课给你们，什么功课呢？啊，你们回去了，啊，家里的人说你变了哦，这样你作业就完成了。嗯，当然了，这个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啊，七天的课啊，年轻人一天一个样，体会到什么？还没有出社会以前的孩子都不会算太难教。所以啊，这个社会是染缸啊，那个威力之强啊，真的绝对不能侥幸。你要让孩子到这个社会的大染缸以前啊，他的德行根基一定要扎牢哦，不然顶不了。印光祖师啊，在那个年代就洞察到了，他老人家都能观察到啊，连到学校去啊，就染污严重了。在家里面呢、啊，哪些因果的经文呢、啊，观念就要扎下去了。再到体制内的学校去。我们今天为什么人生那么累？就是我们在爱自己跟爱别人当中啊，我们防微杜渐的能力智慧不足，我们都落得要收拾啊，用残局好像有点太强烈了啊。收拾要收尾啊。这个我们徐老师啊有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待会再来探讨啊。这个我感觉我的生意不是很好。终于有一个人提问啊，害我差点眼泪流下来啊。哦，那当然还是要先把境界搞清楚。大家什么问题都没有提啊。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呢，全部融会贯通，啥问题没有，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没有习惯问问题。哦，你看我们刚刚说我们今天教人呢，我们教弟子规，我们自己的落实弟子规啊，心有疑随杂技，救人问求却意。
我们养成这个习惯没有？我们没养成，你说要让自己的学生孩子做到这个，我觉得不容易。他心里不服气的，你要带动他，你那种态度就感动他了。《论语》当中说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哎，我听的过程，我有不了解，我写下来。哦，我这个习惯呢，是去参加师资班、补习班的时候考师资班呢。四个多月以后，十几科考试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复习了，所以只要这一堂课的内容，我要全部吸收，假如没有吸收啊，我就跑去追那个老师了，结果老师跑得比我还快啊，为什么？补习班老师啊，有时候一天台北、台中、高雄。跑得比我还快，追不上他怎么办？想到老和尚教我们的宁为成功找方法啊，来看看哪个同学这一门科学的最好，请教他。方法总比困难多啊。那补习班是这个状态了。四个多月，慢慢养成这个习惯，后来有机会，进摄影棚听老汉讲经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有不了解的，当然不能马上问了，老汉讲两个小时，那个气耗的那么厉害，不能马上又问问题了，不能执着啊，一执着，很急的，又要问问题了。到时候被护法敲脑袋。你不让师父休息一下啊？这个一直成病啊。所以护法很重要啊，不然那个讲课讲完的啊，那个听的人一问啊，讲课的人又不好意思让他不问。那这个习惯呢、蛮重要的啊，朝闻道夕死可以啊，所以不要把疑问放在心里。假如那一天刚好我们无常来了怎么办？你心中还有疑呀、好哦，那啊，这个啊，我们啊，对于啊，我们所接触的一切境界啊，我们警觉性不高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接触啊，就产生心态的执着，自己没有看到。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听经假如不会听啊，听一句着一句啊，是存在的。所以老和尚为什么要特别提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这个就是对峙我们学佛学传统文化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点。像刚刚跟大家提到《论语》这个句子，知之为知之，这个就是让我们学习的过程呢，不能不懂装懂。有个年轻人参加课程了一个月，
啊，刚好英国汉学院报考学员呢，要参加一个月的课程。好，那这里啊，也跟大家分享个心得啊。线上跟线下效果差太多了，所以尽量线下。线上要跟学生交心啊，不是太容易。线下，哇，见面三分情啊，然后呢，你又有一句话，一个笑容，入了他的心。啊，他明天呢、啊，什么心里的事儿都告诉你。哦，真的，到了第三天、第五天，家里什么痛苦的事，私底下问我了，不是一个啊。你是上了一个月的课，也没人找我谈什么内心话。哎，哇，这个线上线下的效果差别太大了。所以再怎么难呢，从此刻之后啊，尽量办线下了。哦，这种只要是培训年轻人的，要办线下的。啊，那这个上一个月的年轻人，我说这一个月啊，你听课听得怎么样啊？他说，一半懂，一半不懂。我说那一般不懂，你怎么都没提出来？根本没有这个习惯了。而且啊，年轻人说他懂了，你不要真的当他懂了。你要问问他，哎，你懂了，你的体会是什么？讲出来，体会的偏调都有啊。哎呀，我听跟年轻人聊聊聊聊，哦，那你现在说的是不是老和尚那一句？我说不是啊，他会体会错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体悟了，哦，也得跟我们信任的老师啊汇报一下。看看我们这个体悟有没有偏掉了。哎，那我们也有遇到同修啊，他说我呢，我不问老和尚啊，我就呢老和尚啊啊讲经的时候啊，我在心里想，老和尚啊，你就今天呢就讲我的问题吧啊。哎，上完课了，哎，你看老和尚都讲我的问题。问题是你的领悟对不对呀、啊？你要汇报一下，再来。心有疑，随杂记啊！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不然搞得每一个人都不问题。然后，老师有他心通，我用心念告诉他，他就回答我的问题了。这个越学越。越迷信，你看你这种方式啊，那没学佛的一听，阿达，你们这些人啊，哇，佛法在世间不离不坏世间法。哎，我感觉啊，我们人啊，平常很理智啊，一遇到佛法这些领域啊。自废武功啊，变呆呆的了，连个判断力都没有了啊！结果犯的做事的问题，低级错误，然后人家社会团体一看，你们怎么会犯这种错啊？哇！你们那个地都还没批下来，你们就在上面盖房子啦？佛不是安排，自己不操心。你连做事的程序都没有啦，会闹出大笑话来啊！所以我感觉啊，这个儒家做人做事这些道理
标准了、啊，不能不学啊，不能做出来真的让人家啼笑皆非啊。啊，这个我有惨痛的经验啊！啊，当初啊，这个都是18年前的啊，在庐江，哇，你看几百人呢、啊！啊，那我负责上课的啊，结果后来我才知道啊，这些听课的人私底下说都说啊，蔡老师什么都知道。啊，都不给我讲什么事啊！后来出情况了，我说你们怎么都没有跟我讲？他说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啊，那他们为什么觉得我什么都知道呢？他说我前几天发生的事啊，你一讲课就讲到了，我们都觉得你什么都知道啊！我说拜托一下，讲课不就是？劝勉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那什么讲不到啊？哦，所以这个不能搞迷信啊！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这个都要做确认的。啊，你有疑要提出来啊，不然看都没有人问啊，想问的人说。哎，人家都明白，只有我不明白。事实上，大家都在那不明白啊。哦，所以《论语》里面，孔子有一句话很有味道啊：“回也，非助我者也呀。于无言，无所不悦。”啊，孔子说：“颜回啊，没有帮助我教学呀。”当然哦，他这个是从另一个角度了。就一般的人不可能听了全吸收，那听了全吸收，我看也只有颜回一个人了。啊，当然他表的法就是跟老师心心相应了。那个迦叶尊者拈花微笑，也只有他一个人笑啊，是吧？那个法门传给他了，其他的人还是教下啊。嗯，啊，什么人不提问题啊？老和尚讲的，通通欢欢喜喜领纳了，无所不悦了，不用提问题了。假如有疑的，那要提呀、啊。哦，提了，那我们教学的人才知道，哦，原来我这个表达。他没有理解啊，这个也是我最近发现的。这个年轻人听我讲课啊，听不懂了，那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了。啊，我讲太多啊，心性的东西了，他们一下子领悟不到了。我们要了解，现在的孩子可不是古代从大家庭。磨练出来的孩子、哦、大家庭里面孩子从小就要很会体会观察事物了、啊、他要照顾父母、哦、这些人情事理啊，他都要懂得体察了、哦、我们的孩子假如从小小家庭了，然后上课都是知识技能考试这样灌输了，你说他的领悟能力要多高？这不大可能的。哦，所以变成我们也得观察一下现在年轻人的领悟。啊、哦，诸位仁者啊，啊，你们听我讲课啊，你们有不懂的可以提出来啊。哎，不然我都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了。啊，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啊，跟大众是在这个庭院里面，啊，有一个同修站起来，这个陈德法师讲课啊，
我能只能听懂30%啊。我说哇，这么惨啊，讲得太深了。好，所以大家假如有不了解的啊，可以反馈回来啊，承德可能下一堂课啊，甚至于我们每一堂课啊，留个5分钟、10分钟，哎，这一堂课有没有我们要再探讨的啊？要提出来的，这个可能会比较好哈，是吧？哦，不然可能下堂课，哎呀，算了算了啊，就又过去了，好，那我刚刚说啊，举几个例子啊，我们遇到一个老人家。啊，医生给他把脉啊，那老人家，你会头晕头痛吧？他说会啊，我一直都这样啊。那你睡觉够不够啊？你都几点起来啊？他说我都3点起来啊。你为什么不多睡一点呢？老和尚说啊，要赶快去极乐世界呀。哇，你看老和尚这句话，他一听怎么变执着点了？赶快去呀！他忽略了睡眠要够，他长期睡眠不足，血压一高啊，出了点什么情况了，他更不能去了。赶快去是你积极放下世间精进，但是不能睡眠不足啊。老和尚说：“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呐。”哦，当然这一句，懒惰的人一听，对呀、啊，老和尚说了，念累了就休息，一休息2个小时，哎，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师父领进门呢，修行还得我们不自欺的面对自己。有些人不是自欺啦，用力过猛了，那个是什么性格？他忽略了改性格啊，本来做什么事啊，就太过了，太猛了，他没有调柔，哦，所以那个精进就变成他那个习气在增长。这修行不简单哦。下莲居老居士说：“以调伏习气为精进。”所以修行人太紧的人要松，太松的人要紧，都要对治啊。你看，包含五根信、静、念、定、慧，它要保持平衡的。有些人性根太强了，没有智慧判断，就有点迷信了。啊，慧根太强了，有时候性根提不起来了。哦，他很理智的在判断了。哎，那他可能呢，佛菩萨加持，他是很难相信的。哎，有些这个很精进，但是有点上火了。这个精进跟定也要平衡的，信、静、念、定、慧啊，你看这里面都有要平衡的，你不能哪些地方用得太过了。所有这些正确的道理呀，你是圆融的受持的。不是受持一个偏一边去了，然后布施冲啊，你家里人都跳起来了，
哎，然后对家里人说不要除去呀、啊。老和尚说的，啊，舍一得万报，投资在佛门最稳当的。你家里人对这些理由没有了解那么深，然后你都不出去的，搞得他们心都很不安呢、啊。那个都没有中恕之道了。你要体恤他们的心情，这叫真正修行的功夫。功夫在哪？放下我执。一个越学都是我对别人错了，都不能体恤别人了、啊。这个实质上是在退步。经句是越懂越多，心是在退步了。啊、哦，那比方大学告诉我们，身有所好药，不得其正。我们对佛法也会产生，我爱死的无量寿经了。哎，请问大家，这样的状态会不会偏？老和尚一开始啊，叫大家学《弟子规》的时候，没人报名。啊，2005年呢、啊，3月份，啊，澳洲金钟学院佛学讲座啊，没有人报名。老和尚亲自写的《弟子规》很重要，后面写他老人家顶礼呀、啊，哇，弟子们。对老和尚恭敬啊，老和尚说顶礼也不敢不去了。不然你看学了大乘了、啊、让他扎根不肯了、啊。这不是出现执着点吗？你听老和尚的话，是他老人家完整教你怎么修，你不折不扣就做了。你不是我只要无量寿经不要三根啊。所以我也听过有干部来跟我说了，我们这个净宗学会里面出现呢，学无量寿经的不学弟子规，学弟子规的不学无量寿经，咋办呢？那这些问题出在哪？假如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这个现象也不能化解啊。我的思考仅供参考啊。首先呢、啊，学无量寿经的人是先学佛的，那个学弟子规啊，可能是后面来的，他可能带着孩子来学弟子规了。哦，那你是净宗学会，你当然很希望他们学佛喽。哦，但重点。假如你那个态度是要求他们，他们当然不是很舒服了。应该是什么？你学无量寿经，你把无量寿经做出来，让他们看到你升起尊重仰慕。哎呦，学无量寿经的人都这么替人想，这么柔软。你学，你们来净宗学会了，就要学无量寿经，你不变成要求了吗？哦，那这个学无量寿经的人，他无形当中产生我比较高，那他就瞧不起弟子规了。弟子规是老和尚教学的，我们不能顺着自己的感受啊。你要顺着老师的教导啊，我们太容易自己在那里分别了。所以为什么老和尚要讲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有些人抱着无量寿经就告诉人家，不读无量寿经你不能往生啊，吓了好多老人。那个老人几十年就是读阿弥陀经的，他就硬要叫人家学无量寿经了。你看，一直成病。为什么老和尚要说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
哇，老和尚这句法语，那真是对治根本问题了。我们一产生这个对啊，我们的分别执着，可能就顺着这个念头再加深了。那弟子规的为什么不学无量寿经呢？因为看了我们学无量寿经的都学成这个样子，他当然不欢喜了。我们总要把这些因找出来才行啊。我们学传统文化，一听老和尚说的，小学学做人，圣学根之根，哇，一听六年级之内一定要把圣学根之根全部学完，然后开始赶进度了，都没有关注到孩子的心呢、啊，那已经把教育的根本，知其心，心才是根本。哎，诸位老师啊，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啊，大家回忆回忆吧。当老师在赶进度的时候啊，请问我们的吸收如何啊？啊，当老师为了要应付教育局，做出一些东西出来给他们看的时候，我们的心又是如何啊？这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人生啊，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我们不能让这些现象在我们学生的心中又产生副作用了。我们应该是随时能感觉到他学习的状态啊。好，我们先回答徐老师的问题啊。啊，这个类似啊，寿康保健之福善祸盈与悔过之因果案例啊，是否适用于国高中教学中？啊，这个我们呢，以经典来做依据呢，啊，那《礼记·学记》告诉我们，静于未发之谓预，预防法。啊，孔子在经典当中啊提过饮食男女啊，这好像是礼记啊，人之大欲存焉啊，食色性也啊，我们人呢、啊、两个欲望啊是与生带来的比较强的。好、哦哦、而且呢我们这个投胎啊，啊，这个也是啊，色欲招感来的，哦，所以这一方面的欲望啊，相对都是比较强的，哦，所以孔子曰：“君子有三戒。”这个在讲要。687页啊、哦，那当然，孔子这一整句话都是静于未发之谓预啊，预防法。少年时啊，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血属阴，气属阳，人的身体啊。啊，688页啊，必须阴血阳气流行，使能维持生存。少年身体内的血气呀、啊，尚未充实，要戒的是色情之欲啊，因为色欲啊，最损血气，不戒。
则身体发育不全，这个影响一生哦。身体是本钱哦，对于他的学业、事业、家业、道业，这最重要的基础啊。哦，发育不全呢，往往夭折，故须戒色。哦，所以古代你看古人考虑的很周到啊。古时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就等到他身体都发育的比较好了，再结婚，不然呢，这个怕会发育不全的。这古人的考虑呢，都还是比较深远，那当然，我们在跟孩子谈的时候，这个类似寿光宝鉴啊，像《太上感应篇》汇编啊，有一句“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这个重点就是个“见”字了。你不要去接触这些会刺激自己的静缘，这个都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了。那当然现在的人呢，首先你要跟他分析利害了，利害比较听得懂了。你不能现在一开始就跟他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不见得也有感觉了。那有理有事。这个事项啊，可以举古今中外。你不能只有举古代的，现代发生的一些社会的事件呢，都可以跟他们连结提出来，他印象就很深刻了。所以叫当其可之谓时啊，社会刚好发生这个事件了。那首先呢，这个淫尽杀，为什么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淫尽杀呢，首先杀谁呢？杀自己，伤了自己的身体了。印光祖师说到了，世人十分之中，四分由色欲而死，就40%都因为色欲死的。四分虽不由色欲直接而死，因贪色欲亏损，受别种感触间接而死。因为罪伤身体啊，你色欲不控制呢，五欲这个五脏啊皆损，所以现在人慢性病很快就出来了，跟这个有没有关？印主分析啊，这个是慈悲啊。你看印主出家人，他多体恤在家人的情况啊，跟生孩子讲得那么清楚，希望女子生产平安的。包含这个家庭里面不重视这种节育的话，那很麻烦了，身体坏掉了。我们之前学天下太平之根本，你看印主连你要嫁女儿，你都要掌握哪些原则，不然你女儿嫁完之后怪你，考虑得很细致啊。我们从这些地方要体会到印主的慈悲啊。所以其本乎命而死者，
就是没有短命，没有耗损身体啊，这个不健康过活的，十个里面只有一两个而已啊。好，哦，那这个汇编也说了，凡人呢，这个金足啊，则神身，你看这个肾气就足了，思虑敏捷，纵欲的人呢，记忆力就衰退了，想什么事啊，都很不灵活了。精神足则自律身，聪明强固。做什么事啊，不会做不成。可是若少年着上，阴气消失啊，一生事业去矣了。那当然，我们跟学生讲的时候，不是讲事业的，学业。哦，那个啊，彭兴博士讲的其中一个例子，哦，本来是好像是什么足球队队长，后来纵欲了，哇，那身体就一落千丈，成绩也一落千丈了。哦，所以这个纵欲了，对智力脑力有影响，而且呀、啊，会延伸呢，阳气一衰呀、啊，人心情不好，会有自闭。抑郁会有心理疾病了，这个都有关系哦。哦，你看伤自己，哦，这个包含了会害自己的后代啊。见色而起淫心者，暴在妻女啊。啊，汇编当中也提的，淫人侍女者，得子女淫亦报。啊，这个都没有离开因果啊。哦，而且进一步，这个纵欲了，哦，那可能延伸到堕胎的问题了。哇，那堕胎是地狱业报啊。哦，那他把自己一生的福报就折了一大半了。那当然可以看一些现代的数据啊，芬兰研究堕胎妇女一年内死亡率为怀孕生产者的三倍，而且堕胎之后啊，妇女容易抑郁、精神分裂、深重负罪感、失眠、噩梦，自杀率为一般妇女的9倍。啊，这个从科学研究的。哦，那这个当然，哦，汇编的故事啊也很多哦。陈德在跟大众分享这个朱子家格言，讲到这个见色而起淫心，有专门一堂课啊，将这个汇编的一些重点啊跟大家分享啊，也可以供大家做参考。因为这个对青少年来讲啊，现在这刻不容缓。有善根的孩子，你一提醒啊，他就懂得自爱了。那我们看呢，古人交趾舞刀舞剑，就是习武啊。哦，当然也可以学太极拳啊，啊，八段锦啊，这些学文啊，学这些经典啊，朝夕戏游烟。所以涵养德性啊，尽其非心也。哦，他这个
文武兼修，涵养自己的德性，不要起这些邪念，常常这个山水之间运动这个调节自己的心性这个常带孩子接触自然还是很好我们有听说这个一接触传统文化就执着了，觉得就是听课念佛读经才对，出去山水之间叫不务正业，结果呢一学了都不跟家里人出去山水之间走了，哇，全家人很烦恼，你的孩子还这么小，你都不跟他去爬爬山呢，看看水了。所以有一个孩子看他妈妈一学了之后都不跟他出去了，也不陪他玩了，结果上课的时候他就在旁边闹了，小孩还小嘛，他表达他的情感，结果有一天这个妈妈开窍了就说先不听课了吧，陪陪他吧，当他关掉Zoom他的孩子瞪着他看很惊讶，妈你不听课啦，哇，真是阿弥陀佛我不知道伤了多少小孩的心我真是罪过罪过大家要敦伦敬分不能学出执着啦，哇，那个孩子一听之后流泪啦好，所以你看古人这种教孩子他文武兼修然后呢调养他的性情，所以呢他的气质清明德业成就，福寿绵长，经之人则不染了，所以福德不及古者古人远矣我们自己看看我们下一代的身体比我们还差我现在看这个二十岁上下的真是担心脸上都没血色通通被魔王控制了手机这些电子产品了。好，我们看具体做法建议这个青少年慎饮食当然这个也要父母老师懂尤其老师懂了可以跟家长讲家长要懂才能互念不吃刺激性食物如五荤菜这个含有激素类的食物会刺激他第二呢，早起顺应天地阳气生发你看闻鸡起舞那就阳气要起来，但是你不要执着三点我们现在的身体比不上古人OK 不然明天就有人开始三点了我就又罪过罪过到底斟酌情况不要法师你给我一个数字吧，你说我就照着做吧，看着办我不上当了人都养成一个习惯了，都是学死的不学活的，你告诉我怎么做吧。我常常听到他说你告诉我怎么做吧，我就会告诉他张三丰的故事你们听过吧你要死记硬背不行，要全忘了才行
掌握原理原则啊，你才是真正会用啊。你死背一个东西回去完了，你执着在这个死记硬背的东西了。第三，多运动，运动帮助消耗多余的能量，防止欲望积累。哦，那当然要好的运动哦，不要又搞出运动伤害啊。第四啊，慎电子产品，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个不要加重刺激啊。第五啊，学习艺术，寄情山水啊，当然会弹古琴是最好啊，一弹哎，调心性，哎。提升气质啊，转移心念，涵养德行，啊，凡犯不好的念头产生。大家假如还有一些啊，你们带青少年很有经验的，都可以 feedback 啊，我们是 teamwork， OK 啊，我们是团队，一起备课啊，一起面对教学现况啊，这是我们这个。法眷属的应用好好，那以上这个仅供参考啊，今天时间到了，好，那跟大家致歉啊，这个提早了半个小时啊，可能大家吃饭会有点紧张啊，那当然啊，感谢大家的体谅啊，晚餐呢还是早一点吃比较好啊，这样你睡觉好睡觉啊。那为什么承德要提早呢？啊，因为啊，我最近发现了，我最重要的考题啊，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啊，我晚上上课啊，上得太晚了，很难入睡啊。我的身体已经呈现这个状态了，我必须重视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得先度我这个身体，这个我要善待它才行啊，哦，不然这个我可能会走上啊跟诸葛亮相似的命运啊。诸葛亮是54岁啊，我今年51岁啊，所以这个一切皆考验，看尔怎么办。对镜若不是，须再从头练啊！我现在看清楚我这个考题啊，我排在第一的是我得把我的身体养强壮才行啊，啊，不然到时候这个我这个表法表不好啊，没有人敢学传统文化啊！好，感谢大家的体谅，好，谢谢，阿弥陀佛。